谢谢主席，麻烦主席，有请王主委。花园长。主委你好，那个今天早上已经非常多的委员哦，就 TRF 这个商品的销售提出了质询哦，那我想再继续啊，针对这个主题，在刚刚那些委员质询的基础之上，那再去跟主委啊请教一下，金管会啊在这波管制当中啊所扮演的角色，以及我们未来面对即将要发生的问题，到底要怎么处理？那事实上上个礼拜，我某个程度上也其实蛮善意的啦，就直接跟贵会讲我非常关心啊这个议题，那也麻烦了局长到我的办公室来，那跟金管会的同仁，那就目前呢、啊、问题掌握的现，就目前问题的现状、啊、希望予以掌希望予以掌握，那所以那个局长您就一起上来没有关系。嘿，第一个我想哈，大家现在已经非常清楚了哈，不管是 TRF 还是 DKO， 基本上都是一个获利有上。